中央电视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井柏然。今年就要到了，希望大家在新年里面平安健康，事事顺心。今年是第二次接到春晚的邀请，那这一次再一次接到邀请之后，跟上一次的心情还是一样，很忐忑，很懵。幸福，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跟家里人在一起。就是因为我是东北人嘛，所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全家人都回到家里边，大家一起吃饺子，在热炕头上去看春晚。